雇佣着贵个新经理，拜拜风采过后，加上要面对好点点的就停水几啊年的情形，这类水公司又一次无解决的问题。今年就有超过100个新经理的机密，许多菜田的马祖庙对泥石头众多红布石头，代表事业爱重启空前。这类水公司回应，现在陆农海松节也下同地界做工厂，按说五一带就做得稳定松水。行业的贵姓行李将看到贵路的唐曼的抗议出水公司长期出水没问题的补条。地方居民表示，新发地虽然保护期三不是多多，无事先通知就停水，或者自来水变稳的情形。无水啊，哎，太变啦吼，拢无水要冲啦。啊，过个五日啦，差不多四日都无水啦。啊，一日到夜都尿尿啦，洗衫裤啊吼变乌的啦。停水哦，无通知，因为都按老人家吼，好怕要一拽水，怪麻烦，他们一通啊水拽啊，常常会忘掉呢吼，安尼真是没法。无改善，硬年呢，一个抗议发动呢，硬是无改善，硬一天呢抗议都大，哦，多一家人呢来做一个水质的改善。停水无方便，影响的新兴的300人户居民的生活。告诉他看人家天体庄重信仰中心的马祖庙，从泥石头装到暗布条，准备长期抗震。水利公司表示，路农系上游也包个体进行表现路的工程，就因为呢随便换呢，最后影响成为清水厂处理石片的能力，马祖省水水量的感受。做的比较刚好，因为上游啊刚好有在做那个石龙的工程啊，扰动哈，那浊度会比较高啊。那我们五月底之前哈，会从六龟哈，那管线做好以后哈，可以支援这个水量。水公司表示，目前新兴已经恢复嘅正常嘅出水，未来会再进行嘅地下水浆，希望做得改善六龟新米、新料同新溪三里嘅用水。也提防嘛，再被表态，所以水公司嘅出水无改善，一定会继续抗震。客家新闻整份资工报道。